开心啊？今天在学校挺好，开心啊。是吗？妈妈，那边有汤圆，我要吃。你在这儿等着啊。好，不要乱跑啊。嗯，妈妈过去啊。嗯，等着啊。你先躺会儿，我给你弄点吃的。天哪，怎么全是水啊？这是把自己当鱼养的。哎呦，得找点东西啊，让他吃饭啊。他们家怎么什么都没有？慧珍。啊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我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下午不是一直在那儿等你吗？然后你都没出现，我就给你打电话。那代驾说你生病了，然后我情急之下就赶过来了。你不会生我的气了吧？不会，我怎么会呢？你怎么突然烧得这么严重啊？可能是太累了吧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在咖啡厅久等了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想要把衣服还给你。就为了这个？你快睡一会儿吧，粥好了以后我叫你。慧珍，嗯，我送你的伞你用了吗？我没有用啊，我怕用坏了，所以我一直都没舍得用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啊？没事，就是想到从来没见你用过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我收的好好的。你先睡会儿吧，等粥熬好了我叫你。